好，我们现在把这个粘合起来，因为最把这个粘合起来在这里哈，因为最底下这边破掉了，所以要等明天它干了，粘合住了，我们才来切。切好之后，刚好把这两片也拼起来，这样就完成六片。现在就是等它干。我们干了之后，明天再做加工的动作。谢谢。